不用找植物抓屎的，你稍微手放在那个口，就可以感受到有一点风吹出来。蹲或者蹲低一点，对。你摸一下你右手边，正右手再往右边移动，中间那个洞，靠近中间的洞有没有？我刚摸有啊，中间那个洞。对，有没有？我刚手一下就感觉到有、啊，你们下去有的人手掌可能很非常灵敏，就温度可以感受到。不是，中间那里，你的右边大腿骨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洞，有没有两两的洞？你到夏天会更明显，因为温差很大。啊，今天凉凉的。是那个，是右边这个。都有缝隙，都有。你试试看，你们要是中间还是旁边都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这个地方很特别。等等，我帮你换一下。